大家好，我是老刘啊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再说一下收获啊。我在这里呢，看到这里是那个野果啊，野果呢是那个丢把子啊，丢把子呢这个很好吃的啊，那个又甜又有酸味的。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？现在我要把它摘一点回去。可以，有什么都有，明天啊，能够在花边啊，那也是老东西，什么东西都说的啊。还有那个先看见东个东根啊，我靠，东根看见木个吗？可以拿来看吧。啊，可以拿来看啊，到哪里看了？好。这里花啊。看看哪里看啊？哦，这个是以前做针的，哎，对，针针线吧，啊，这个是竹子丢的，这个品相不是太好了，看这一下挂，那个挂是最好挂，这个挂是是可以是老的，是王爷木的啊，针线多少也品相也不是太好了，口感老可以，老厚，对，啊，口感是可以的，多少烂还是没烂嘞，还有没有其他东西？有明天能够的花边有没有？有够的这一些东西的变化都来帮你看啊。还有其他什么来西瓜？还有更干那些，还有更干啦，过那个萝卜那个包吧，那个东西可以吗啦？那什么的都可以拿来看了啊，都可以拿来看，不能啊，都可以拿来看啊。啊，等一下啊，那个东西拿着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么大，这个花这是早先留下来的。这个哦，这个应该是一个藤茎，是一个油茎。哎，以前就是以前那个结婚面的那个花球啊，花球上面的一个花的这个油茎。这个是一个老东西，这个是一个应该到了清代啊，老古董嘞。这个应该有个几百年啊。包浆也可以啊。品相也很好啊，但是多的不是什么明代的这个皮革啊，多的也没有什么工艺，是工艺好的话，对的花纹的话，价格也很高。多的这个多少只是尺寸比较大，这个年你去的好多了。我的伯伯里面说了要多少钱呢？这那不是现在价格的贵了，贵这个七八百块钱可不可以了？最少得一千，最少一千啊！这个因为没有什么纹饰，是那个老古董嘛，这块走一下就不一样了。啊，多一点，对，东西是，啊，是这个了，都在啊，不用了，都在里面老人家都在啊，我也不能在里面，都在我多了也是啊，这个价格我也卖不到多少钱，都在亏了也不能亏，但是我就给你个八百块钱，好吧？你看到？八百块钱，千块钱就是一个啊，千块钱就是一个。千块钱这样，这个人家一起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人家一起啊，千块钱给你千块钱啊，有好，赶紧，你还有没有其他花边人家了？你有的话都可以。有人给刘姐丢的手机的尾了，再来了。啊，好，可以，好的，好了，好，我要给你钱啊。好的，你下次有什么花边都可以拿出来啊。好，一点。感谢啊，妹妹，来，感谢啊，好，妹妹。
不行，俺就身家啊，先走了。俺别的都去给他给你们买了啊，先给我要赚点钱的话，我人也不灵的啊，好吧？我要给你们补说一点了啊，我说谢了，价格来讲来多少也不是太高，也不是太低啊，我赚点钱的话，我来来来，你们连补一点啊，好多了啊，感谢啊。